郭怡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画学会创会会长，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名誉主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木本花卉，被中国的画家大量收入画图，丰富了我们中国花鸟画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内容了。古人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刚才我讲了那么多花卉都可以入画，而且都形成了一种形式，或者每个人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我呢，这些年来也画了很多的木本花卉，对那个大的枝干，和花的组合的那种关系，在创作的时候需要进行很认真的这个探索。这张就是画到半截了，这个刚刚还挺皱巴的，画了，但是我是在研究怎么把它画好，画好这个意境，就是表现一个最晴朗的、阳光的、闪跃着生命光彩的、和谐的那么一个色彩的世界，那个植物生命的生长的那么一个和谐的世界。在这里边呢，因为它是创作，创作要寄托着我的一些想法，我要表现的那种情感，我尽量把它强调，那种光芒四射的感觉，我尽量把它强调。那个在秋天里边，在阳光里边闪烁的那种感觉，我也尽量把它强调。所以有好多技法，有些技法是平常不怎么用的。像这些，有些蹭，有些拽，有些拖，有些是点，有些甚至是摁，就是要表现这种闪烁的这种东西。树干我把它隐隐的藏在这个金色的环境里边，并没有太突出，没有太黑，反而是亮的，它像一个龙似的，然后在这边游走，形成一条扫描的曲线，人的视觉的曲线，然后这个树叶子哗哗哗哗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想呢，木本的花卉给人们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创造一种大的气势、大的环境、大的感觉，甚至于表现你气魄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我这张 APEC 蓝实际上也是很平面，又很光彩的。这种光彩的感觉，我们如何把它表现出来，而不是我去画具体的明暗、明面、亮面、中间调子，然后找高光、找阴影，不是那样的。那只是一种方法，那是一种比较科学的、相对的科学的表现具体的一种方法。但是作为绘画艺术来说，我感觉用笔墨去找它的生命精神、色彩和光和形象都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下面呢，我看看我还有一些具体的木本花卉的一些画法，每张画呢都有不同的感觉，我都有不同的情感在寄托在里边。这张画我画的是大榕树，把这个树要收入画里边，怎么感觉那个画也小，密林里边、热带雨林里边没有春夏秋冬，经常有新生的叶子，也有衰落的叶子，也有衰老的叶子，也有黄叶，我就感悟到一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循环，这样一个循环。所以我基本上用榕树作为底儿，用这叶儿作为一种非常朦胧的、一种幻觉的这样一种感觉。这张画也是我创作的木本花卉的一种，没有花，只有叶儿，同样也是我们绘画题材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题目叫《论情》，这是我感觉到这种树种跟时间对它的影响、对色彩的变化、对形状的变化而产生的心里边的一种意境。刚刚到了秋天，树木都在发生变化，
它的形态、它的色彩、它的什么都在，都受天时地利整个的影响，所以花鸟画跟环境、跟天时、跟地利、跟温度、跟四时四季、风雪雨霜等等这些关系，都是我们花鸟画的表现内容。所以我们抓住什么呢？抓住它不是它的具体形象，它的具体形象只是你的语汇，你的绘画语言那边的语汇是你的一个词儿，是你一个借物抒情。为什么借物抒情？你借它来表达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同学们创作的时候，你就是要有一个魂在里边，有一个寄托在里边，有一种精神你要高扬。为什么要高扬它的精神性的属性？这就是中国画要表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点。好的画远远超过自然形态，自然形态是不可能完全存在的，是你一种想象了的高发扬了的东西，一种升华了的东西的表现。所以好的画它比自然形态更能够感人，这方面是我们的追求。这张画也是古人很少画的题材，画的这个西双版纳的这个火焰花，这个我提到是云淡风轻，就是在那个云淡风轻的时候，在强烈的那个傣寨里边突然传出来那个芒锣跟那个鼓的那个声音啊，再看上天上那个那么大的树，那个像烈焰一样的那种火焰花，那种情调反而让我的心安定了，反而我想去表现一个云淡风轻的感觉。哎，这是我自己想，我为什么要表现这么一种感觉呢？它也是一种对比，强烈的那个火焰，跟安静的那种傣寨的生活，那种凤尾竹下，那种凤凰木下，那种火焰树下、火烧花下，那种大芭蕉里边、海域里边行走的那个傣族，那个一行一列的，那些傣族的人在里边经过，那种恬静的生活。你可以用热烈来表现恬静，你可以用恬静来表现热烈。这是我们想，这是在艺术上可以互相用的，可以互相转换的。情感上你还是可以很丰富的。火焰花这个古人很少有人画啊，我们现在有条件了，到了热带以后，而且是现在的火焰花种的也很多，那种感觉我是想把它很好的去把它表现出来，花型也很特别，也很奇特。那个红和绿的处理怎么把它处理好，大红大绿，那真是大红大绿，中国红中国绿，那个真的画出来很好看，但是画出来又容易很怯，尤其是那个花带一个火焰边，那个怎么画？所以这里边呢，都是需要我们那么高大的树把它表现出来，都是需要我们做些研究的。我把这个尽量的把它烘托一个气氛。如果我下边画的也特别实，这个树并不高大，可能就是一个面，可能就是一棵不大的一棵树就能画成这样。但是这些东西呢，都要加一些构思，加强一些处理。好，这是我要讲的梨花，题的是近山看花我所爱，况是梨花更可人。这种境界，这种山野的这种境界，但梨花有好多境界。我记得我的祖上有一首诗叫泗水春寒寒食夜，梨花之外月入沟，就好像春天的那个水，泗水春寒寒食夜，寒食就是清明，清明之寒，泗水春寒寒食夜，你想想清明节的夜晚，梨花之外月入沟，现在梨花之外月亮，哎，
弯着一个钩。我父亲曾用这个诗，我祖上写的这个诗来画过一张画。但梨花它也可以好多种境界，你就画梨花、画桃花、画梅花，你可以多少多少种境界在里边，啊，有的是描写情的，有的是描写态的，有些是描写意的，有些描写特殊感受的，有些描写心理的。所以我们是画画的话，就是要画这些东西。所以好多画呢，我画的还是好多的，像这个桂花，这是一个折枝花卉，这枝花卉也要有意境。一花一叶天下皆春，一个小枝里边小花要有大寄托，小花里边要寄托着比较深的这种情感在里边啊。我就用这个圆月如霜，有仙桂兮，宛在中央。这是一种中国人的对桂花、对八月十五、对月圆那种情感啊。然后把这个情调圆月如霜，在这种霜天的时候你怎么去画这个叶儿？我狠狠的去画那个铁骨碎寒，那个不行了，不对了。这些叶就非常的巧妙，非常的透明，非常的有意思，在小叶都在翻舞，在翻转，结构上它都对，啊，结构上都对。然后轻轻的、淡淡的，月光笼着，如纱一样，啊，如霜一样，这种感受，所有的叶都感觉是透明的，像很多画都可以进入这个画里边。像我画这个木本的这个也很少画，还这个山里红，到苏州网师园，哗，一看，但是去的时候已经五点了，五点了以后网师园很安静了，那个琵琶长得并不特点，但是它有园林的那个特点，它那个迷迷茫茫的那种淡灰色的那个珊瑚石，那个石头，衬着这个琵琶。它那种感觉，虽然当时的果儿已经很不是很新鲜了，但是我感觉它很清凉，感觉很清凉，尽量把这个清凉的把它那个姿态，在那个跟那个园林的那种跟网师园的那种感觉，把它画出来，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尽管用的颜色非常的薄。这果儿，枇杷果的颜色用的非常的薄，但是感觉它的质感还是有的，它有一种透明度，有一种当时我对苏州园林的一种印象。苏州园林它是有特殊的意趣的，苏州园林它有就会给画家一个特殊的感觉的，所以我们同学们在进行写生的时候，或者写生回来创作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当时的情景对你的强烈的那种感觉。你有了这种感觉以后，你才能去很好的去表现它，啊。这天竺，我用了银灰，不是淡墨，用了银灰去表现它这种枝干，用了这个很平面的一种感觉来表现它那个叶子的美和这个天竺果的这种美。像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到生活里边去发现美感。天竺是个古人就画的一种东西啊，是非常可以入画的。所以今天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像这石榴从花画到果，石榴的那种红艳，石榴叶子那种新鲜，碧叶红缨，你像这张樱花，四处我去找着樱花看，上日本去看樱花，到这个昆明去看樱花，到武汉大学去看樱花，那都是非常有，到青岛看樱花，这个樱花开的时候是太漂亮，咱北京玉渊潭也是几十年了引进来的日本的这个樱花，我家里边自己也种一棵樱花，它非常的软，
枝条，它跟梅花又不一样。梅花是非常坚挺、非常坚硬，油花是又另外一种感觉，另外一种感觉。当你看看到，你到那个日本新宿御园，你看到啊，那个樱花跟柳树这样，那么下来，不管是早上看，还是中午看，还是晚上看，还是灯光底下看，那都有不同的感觉。我一下抓住了这个五峰，它在五峰。在风里舞，还是他在舞风，他去弄的那个风都在动，就把这种感觉，非常这个撩人的那种花的那种感觉，跟你非常亲近的那种舞的姿态，把它画出来，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些东西。所以，它的色彩可以非常的斑斓，它的形象。可以非常的生动，可以非常的生动，它的笔触可以比比见比，比比又不见比。它这些花蕊、这些蛾、这些什么，该要的要，不该要的不要，该突出的就特别突出，然后就该放松的尽量把它放松，就形成一个你自己要表达的一个东西在里面，你去发现常人没有发现的东西。你去创造了常人没有、别人没有创造的美，这就是你就是一个创造性的画家。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学人人都长一个有分析能力、有思维、有观察能力、又有表现能力、又有潜意识的那个内容的表达能力的这么一个画家，这就是几个层次在里边。所以，木本花卉呢，是很丰富的，是很丰富的。我们是我们画家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天地。今天我们这节课呢，继续我画一种木本花卉的花，就是画这个海棠花。海棠的干，相对来说比较青春，比较嫩。甚至于最好的海棠的树，健康的树，它甚至于泛着绿，那个干上，它不像那个榆树、槐树，就那样的有那么多皴，它比较光。海棠的干是很舒展的。自由渗化，它这个渗化又套上一只。稍微干一点，稍微皴一点，有点区别。我一般是拖着画，它这个纹理，这两个就产生非常明显的区别。一看不是老树，正是青春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非常有生命力。然后我就基本大势下起来，因为这个就是初指的画法，因为它树比较大，你再画又会从根画到顶，那就不可能了。这就是一个大的，虽然画幅不大，但是它有一种气势，它四面用纸了，然后出纸，头收出外边去，
气势上的出息，但是你为了画花这一支你要表现它的特点，这一支我可以让它从外边进来，实际上是进来的。海棠的条是很有风致的，很有韧性的，啊，它可以去垂着，它可以去迎风，可以去探水，可以去晃动，这样一画，啪啪一个架子就给它扭在一起了。该稳住的时候要有稳住的笔，该动的时候要有横扫，要有斜劈，要有逆风转风在里边，先把大势找出来，这下呢我笔墨就活了，相对来说它就比较生动了。然后我慢慢的去画它的花啊，去画它的花。海棠的花是一嘟噜一嘟噜的，是成组的，成串的，成片的。海棠的花很鲜艳，抓住一个特点，开的花就变浅了，没开的花骨朵特别红，这就是它的最重要的特点，把这个抓住，然后再把它那个花也是站的时候不要调匀，基本上保持它的很浅很浅的粉，偶尔有一两个红的，变化一下。要注意他的风姿，他的潇洒劲儿。就是这笔上有点不匀，这没关系，有时候要有意去创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该保留的见好就保留，这些东西有，特别是有变化的这种微弱变化，非常细致变化的这些色彩关系，海棠花这个嫩的这个花心儿，这个很重要。除了我让它黄在这个粉里边渗化以后，它那个芯儿里边还有点绿，还有点棕色，那是它很新鲜的一个特征。所以有时候加一点嫩的绿，还有点绿，这是它新鲜度、新鲜感的那个，也让它那个花兜起来。
这一下它那个就丰富了，冷暖关系也就丰富了。但是海棠花最美的时候是什么呢？最美的时候就是有大开的花和还有没开的孤独。没开的孤独怎么画？没开的孤独要比开的花要深得多，还要艳丽。孤独花是差不多挨在一块儿的，它的颜色要鲜艳的多，这可以集中。集中有孤独，不怕它跳，不怕它鲜艳，这就是它的特点。抓着它的特点进行夸张。很饱满的圆，甚至它这一串这一组全是孤独，没关系。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画它的额，画它的额，这个额要更深，要更解决它的姿态，更解决它的方向。这个你看，它的额包着它，包得紧紧的，包着不同的方向，有的包得多，有的包得少，表现它的正面、侧面。然后它这是一组，这是那个海棠的美。一下它的特点就出来了。很有姿势，一组一组的。组织在一块儿。在这个时候，蕊可以同时画一点。可以紫红一点，为了跟这些去调节这个花蕊的这个小碗形。那每个花的这个碗形通过这个蕊要解决。所以注意这些，该亮相的、该甩出来的、该有姿势的、该虚的就虚了，在这儿没有这儿实，很毛，它就前前后后的关系就出来了。这往哪儿组织？这是一组，这是一组花。这个蕊有的可以简化了，有的地方加强，尽量让它钻体连心，找到一个心儿，这一组又出来了。这是亮相的，这很有姿势，甚至它的方向哗哗哗哗哗就集中在一块了，哗就长出这么一组来。这儿有穿三聚五，这出来一个，来一个小的。该放松的时候放松，该紧的时候紧。
有些东西不要概念，我每个花都要画成那样，每个花的花心都要画弄清楚，不需要了。该多地方多，该少地方少，该让它模糊的时候就画虚，该让它清楚的时候把它画，画特别提出来。该强调的时候把它强调，没关系。这个有时候需要一种随意随感觉性的东西要上几笔，该沉住气细致的时候一定要稳住，该去把它找它的气氛的时候，有些这些可以去找气氛。我这个笔都在拢气势，舞动起来，让它很繁茂的那种感觉。抓住它的特点，它这垂丝夸张的，人一看那海棠。海棠的叶子还是蛮绿的，它这个粉和这个绿就形成了特殊的一种美的一种审美关系。海棠的叶子还是四面来长的，四面平飞的，它是跟花形成一个组，对它的结构还是需要了解的。嫩叶都还带一点黄，这时候可以炼汁儿。叶金我也是拖着笔在走，把它那个翘画出来，互相穿插的，用叶金把它搭接起来，用墨线把它搭接起来。叶子找一点色彩的
深浅的变化在里边，能把花尽量的挤出来，花型挤得比较清楚。有些叶子它要亮相，有些叶子就是给它堵空，让它衬托，把花衬托出来。有些叶子把叶子的美画出来。你像这些叶子就要画得蛮有风致。笔上带点红都没关系，这很有感觉。就有时候比较粗一点的，有时候很细一点的，这个叶茎它都要加强它的变化，加强它对整个画的这个需要。根据这就有点风致了。要掏枝儿，要掏空，要互相的帮忙，叶和花要互相帮忙，叶要衬花，花要衬叶，叶要挤花，花要躲叶，叶要躲花，在这些地方呢，都把它都注意。然后绿的面积、花的面积、叶的面积，就是绿的面积、红的面积跟干的面积、线的搭配，这些都是处理一张画的一个。哪些地方这个线就集中了，这儿别画了，一画以后这线没了，这个画就失去了好多这个。就是绘画本身的元素带给你的美，它这个线、面、块、红、绿，这个之间的比例关系，有时候你要考虑形。一开始画的时候形为主，等画到半截的时候，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气氛就成为最主要的。画到后来的时候，你调节画面成为最重要的。等你调节画面的时候，你再注意去形的话，那你起不到作用。所以有些东西看起来都是画花，都是画叶，有时候是为了解决它的形，有的时候解决它的质，有的时候解决它整个的画面的调理。有的时候是解决色彩的这个布列，哪儿需要浅一点，哪儿需要冷一点，哪儿需要暖一点，哪儿需要密一点，哪儿需要疏一点，这时候要见机行事，这时候要凭感觉走。感觉也是修养来的，凭你的对画面的修养。画得好的地方见好就收，只要好你就保留着它，千万别再改了。这个夹一点暖的叶子，它春天有这种小嫩叶，就这色儿，在这加上既不躲这儿，又远出去了，色彩又有了变化。这时候的墨更要加强它的势，加强它的乱，加强它的丰富。一看不知道几个叶儿，就是那么一片。这些空白该收拾的地方稍微收拾一下，不要让它太跳，太跳以后影响整体的一个气氛。该躲的时候躲一躲，不该躲的时候千万留着。这些亮相的地方你千万给我留着。
最上面可以过渡点绿，尤其是新的这个海棠树，特别壮年青年的时候，就是很有生气，泛一点绿颜色，很好看。实际上我这个画那么点的小蕊，这个笔还是挺大的，笔挺大的，而且笔这颜色挺饱的，因为它主要是要为了它往下滴，因为它往下滴还不是太干，太干就这样一挨着，挨上以后它能立着，它就像鼓包似的这么鼓着。但是有时候伸开了，伸开了也没关系，不要怕它。有些地方就可以，但是总体要保持这种蚕籽儿一样的感觉。也要注意攒三聚五，不要点得太匀。其实这是一个花儿。很重要的地方，当然我们时间的关系，你可以在这个粉里边调一点黄，就直接把那边可以不要了。注意聚聚散散，散散聚聚，攒三聚五，攒替连心，这个花蕊的时候同样要注意这些道理。不要太整齐了，排排队吃果果，那个蕊就有点太概念，所以画的时候都要根据艺术规律，大大小小，疏疏密密，搓搓落落，这些呢都要讲究。有地方多点，有地方少点，没关系，这个都点的一样了，全的花全跑一个平面上来了。